欢迎来到二次元浓度测试。我的西装男朋友吗？Doctor 杨，我是那个杨局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机智勇敢的深海色带鱼。看今天我穿了一个湖啊，我代表我要赢得这场比赛，主宰这场比赛。我就是今天的动漫高手，今天我是要不赢啊，这个锦旗我立马吃下去。超过的动漫歌曲也是数不胜数。当然，如果我输了的话，那我就看着玩玩，看着狐妖，看着带鱼，把这个锦旗吃下去。很不容易。好的，那么下面就是游戏规则了。那么游戏规则是啥子呢？每个人轮流听动漫歌曲，猜出来啥子动漫后，用肢体语言、台词啥子的表演出来，其他人抢答，表演人和答对的人各加一分，得分最高的玩家将获得动漫高手称号，得分最低的玩家有个惩罚——射死大冒险。我知道了，我要惩罚，我要惩罚，我要必猜是鬼灭之刃，任何翻的第一个肯定是鬼灭之刃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鬼灭之刃。来，到底是谁？东京
金蝉种。太厉害了。这一个人呢？哎呀妈！回应一下。哎呀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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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结束可以做一个表情包了。那就让他们两个完美还原一下进击的巨人经典场景，兵长踢艾伦啊。